台南市南化区来得到来进步前瞻计划核定补助1200万，将一改善来改善一条主要道路路面的品质。我们台市长19号嘛，前往视察，感谢中央支持这项改善工程，也来强调未来会继续来争取建设经费，为市民铺设平稳安全的道路。安康吼，这个人孔盖，以前吼，迄拢有一个官道，那车啊车经过也是，我都歹骑过，拢深一个。哦，啊那落雨天就骨头，迄有因为迄有当凶踢啊，啊来打洞啊吼，手脚打洞啊，拢会触着。啊，即摆咱一方面未安尼深一个，第二方面，因这个材质有改善，所以吼，咱来打洞啊的时候吼未触。第二呢，这个经费吼。拄只南华老人会馆哦，迄、那个文康中心啊，800万的即个耐震补墙嘛，特别完工啊吼，特别完工，所以大家当伫遐活动啊较安全。第三，咱嘛都拄只讲到中央甲地方吼，咱的陈立辉立委吼，我阿真用心，这条就是青二班吼，这条又甲咱关心吼，啊中央补助980，啊咱家己地方出216万吼啊。所以中央甲地方合作起来，甲这個路哦，因为本来是讲要做两条哦，啊，即嘛，即个区长讲啊，我要做就干脆做加做几条，所以经费就把它增加。啊，你啊增加落了后吼、哦，有超过一个限度，啊，立委也甲咱关心，按地方配合款来用，安尼咱就会当啊，甲这个工课来啊完来甲用好。教育局局长苏金安迈来表示，即个南化区得到内政部营建署。前瞻计划提升路品质的计划，核定补助1200万，将来改善南化区一条主要道路，总长度大约2580公尺。补助经费经议会同意了，就会使开始来执行，预计110年底改善来完成，提供予民众舒适安全的用路环境。